Hello， 大家好，请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One Punch一拳超人啦。那今天的话，基本上哲明蛮早就出门了啦，所以今天的话很晚才回来录这个影片了，好不好？那今天还有去健身，所以稍微比较累一点点。但是呢，今天还是要来玩一下我们的一拳超人啦。那现在是我们的9月30号的凌晨2:45，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来说，我好像有一个活动，好像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所以那个要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那目前来说，最近的话，因为都有一直在刷，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碎币应该是顶足够的哦，你就可以领到很多这边的这个东西啦。然后领完之后的话，你还可以就是把这个把闪光的弗拉修这边的这个造型给它带回家哦。那今天是9月30号，所以明天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新这个角色的这个东西了哦。来领取这个3天的这个形象卡啦啊。那目前用领了之后的话，就是3天有这个造型。那如果没有用出来的话，是不是就不用怕了呀？是不是？好，那就是这个啦。森林秘境只剩下2个多小时啦，好不好？那我这边只剩最后的这个9把铲子，究竟能不能把这个核心奖励600钻石给它带回家呢？就看一下了哦。好，一挖30钻石，60，哇，我是获了这个哎，超凡图纸哎。但下一层我觉得我是拿不到了，所以我这边的话应该是不会前往下一层啊，各位，你们应该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可以前往是否当前？因为我这边的话只剩6个，我觉得前往下一层我应该也换不到什么东西，对不对？各位应该是这样子吧，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选择就是留在当下，对不对？留在当层应该会比较好，那么一喵喵。然后现在来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继续留着，哎，这个币。对吧？这个古钱币不知道可不可以继续留着。好，那我就留在这一层了，因为只剩下2个小时了哦。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拿到600钻石，好不好？拜托了，600钻石，别搞啊，各位！最后3抽了，到底在哪里？挖一下，完了，完了，不会吧？看，真的没有，完了，哭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层有什么东西啦，来看一下，前往下一层。我靠，800钻石重置锁根的，好吧，反正我也一定是没有啦，所以就没了，好不好？那这里面的话，还有就是活动礼包的一些东西啊，应该是可以用这边来换，就是本周可以用这个，然后100钻石这样去买，一天可以买10次哦。欸，所以基本上你们会买吗？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吧。还是其实这个投资报酬率是不错啊，我不知道欸，因为我觉得那个的话应该就是让我就是去累积一些东西的，但是应该不用就是太着重于就是把他所有奖励都拿掉哦。好，今天的话就先来抽一下我们这边的，好不好？来看一下49的这边的这个黄色卷卷周琦，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喷一只 SSR 的角色来啦，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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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琦2金金吧 ，SSR 哦，没有，就是 SR 的，但也还行啦哦，至少 SR 现在在我们队伍的这个举足轻重也还算是挺重的哦，臭了脸，那是很不重哦。来看一下，拜托啦，再一个10抽，呼，一拳开揍来了，2金金，没有蓝色的，哇，哇哇哇，没。没啦没啦，吉吉啦，各位，好，没啦。好，再第30抽，周琦来 SSR， 有喊有保佑，没有，哇，紫色的，这个好像感觉真的就是比较难中啦，而且它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保底的，只能抽这个过干。黄金铁哦，爽个歪歪，可以哦。好啦，最后。来一个 SSR 同地吧，好不好？做梦比较快。好，来看一下有没有亮晶晶的环节。哦，没有，但是是紫的，好不好？只要是抽到紫的，就还算是挺开心的。是谁？哦，新的阎王打架，我们小鬼可不想遭殃。哈？欸，我好像还没有看过这一只欸，蝴蝶低差欸。我以前玩的时候没看过这一只欸，这只厉害吗？长得就很不强，各位，来看一下蝴蝶低差。这边的话它是超能的英雄哦，然后这边还有服装哎，啊，没有没有，好像就这些而已。然后第一招是这个振翅空舞，对单体目标造成 100% 的攻击加19点的伤害。我记得这好像在那个漫画里面好像是蛮后期出现的嘛，是不是在那个啊？其实他们搬那个就是怪人协会打掉之后，然后我们那个英雄协会那边从今大家都住在里面，他才出现的啊。我记得这只好像是奇遇在跟龙君打架那个时候出现的角色，是不是？
他们还一起去喂那个地狱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只哎，各位忘记了。然后他的绝技是这个吕藤林刃哦，对单体目标三连击造成180%的这攻击力加17点的这个伤害，并有100%几率使目标陷入这个立场一回合，行动前受到120%攻击力的持续伤害，也有50%概率。穿透免疫效果，感觉这次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下？因为现在来说，说真的，我们没有太多的这个英雄的这个角色，哎，对啊，先把它放在那个放在加持栏位好了哦，把它等级拉上去，然后加持一下是不错，集蓄中心给它用起来，然后这个放一下，不知道要用莫山还是用那个谁，还是用这只哎，好像都不错哎，那用它好了，我们来试试看呐，好不好？用它，然后来去打一下那个英雄怪人，英雄叉怪人嘛，好不好？已经很久没打英雄叉怪人了，因为我们英雄这边都被打爆，对不对？对吧、啊？英雄这边我们都被打爆。银剑上阵有哎、欸，我们可以用它耶，太好笑了。然后诸神好像也是助阵的，对不对？这个哦，重复改节已经有了，那就是聚合铁吧，这样子也可以，好不好？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蝴蝶一叉能不能帮助我们，好不好？通过这些关卡，来先跳过。看起来目前来说还是真的是挺难搞的。蝴蝶一叉，先揍一下。哦，甜美假面这边连续揍好像还行哦。可是我觉得这边看起来这个前面这边我们这个甜美假面就要被酸死酸烂了，各位。哦，来了。蝴蝶低叉，蝴蝶低叉伤害好像不错哦。完了，他太大招了。我靠！哎、欸，我们那个甜美假面，我靠完。哎、欸，好像还好，好像还行。先揍一下。拜托拜托拜托，揍多一点，揍多一点。完了，他挂了，但没关系。这边哇，大家都酸死啦！我的天哪、啊，真的都酸死了耶。我要看一下蝴蝶低叉，等我一下。我来蝴蝶击叉一下，来来来来，单体目标三连击，还有立场，哇，全部被酸烂啦！靠，我这边全部被酸烂了，完了完了完了，好，真的要真的要被酸烂了，我的天！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改杰还在，然后他不要被打死，我们就没事，我们唯一有穿装备的哟。还是我们唯一有穿装备的，啊！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哎、欸，靠！啊，一起干完了。然后看我怪人这边是完完全没问题的，各位。要不然就很简单了、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要让那个助阵的那个角色来助阵。那我这边直接跳过就可以了，他妈轻轻松松。哇，有这个无双索尼克管就不一样了。哇，这怎么办？不然就这样助阵打过去好了。对啊，你看，就是靠这两只助阵的去扁，有没有？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就会有这个助阵环节啦，所以就比较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减少次数。好、啊，来看一下啊，那这边应该聚合铁棒这边吧？我觉得把那个谁啊，把甜美甲人放后面好像比较好一点。我靠，妈直接打死啦！我的天哪、啊，完了！事实证明，我的英雄队伍还是烂的一匹，我的天！还是这样子啊，把它移过来这个位置好了。完了，真的是没有在什么，没有什么在练这个怪英雄队伍哎、欸。哦，这样好像可以哦。哇，没什么在练英雄队伍，是要搞什么毛线拳？不过好险这只是不会那个酸死的，所以应该还好。靠呗，他怎么妈这么给我疯狂追击啊？哎、欸，真的哎、欸，我靠！那这游戏最麻烦就是你又不能不打。完了，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死光了吧？好不好？完，对面真的才是一拳超人嘛？哇，我的蝴蝶击叉，啊，没了，白痴哦，没了啦！居然你挡住了耶！我靠，这很帅哦，但是好像还行。我靠，完了，这除非甜美假面揍到一个稀巴烂，不然真的是没辙哎，各位。对啊。他直接一拳打过来，完蛋了，各位，要集气了，各位，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GG了，完了，我真的是没什么那个哎、欸，我
的英雄，我的英雄真的会完蛋哎、欸！因为到时候我们的那个另外要抽的角色，如果是英雄的话，还有机会哦。完了，GG啦！我的英雄队伍超烂。